新马版的 The Voice 决战好声，自从五月份开始进行网络招募以来，我们一共收到了超过2000份的录音视频。经过制作单位几轮的筛选和面试之后，最终我们挑选出了100强参与今天开始的盲选录影。而四位导师曹格、叮当、陈焕仁和伍思凯，目前呢也已经身在柔佛新山的录影棚首次合体。我们马上来看看他们首次同台的记者会擦出了怎样的火花。新马版 The Voice 决战好声，四位最强导师首次合体召开记者会，两位导师曹格以及叮当一开口自我介绍，就先来个谁比较本土化的大比拼。大家好，我是 Gary 曹格。虽然四位导师一上台就开始互相呛声，不过当被问到当初为什么会接下这个重任时，四位导师倒是默契十足地说，就是要把新马两地的好声音带给全世界知道。我有这个义务要把更多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的好声音带到全世界，让更多人听到。因为每一次来都是我唱歌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真的很想坐在台下，我想听大家唱歌，让更多很棒的歌手、很棒的音乐人有更大的平台。不管你转过来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形，想跟你想象中不一样，你都因为这个好声音去喜欢他。除此之外，《The Voice》决战好声的摄影棚也首次曝光。Dream car， 是你的梦想车，第一次什么的上去 ，Yeah baby。第一次坐上节目标志性的红色椅子，四位导师都显得相当兴奋。新马版 The Voice 决战好声将于9月17日起在 Astro AC 频道播出，观众也可以透过 Astro On The Go 以及 Android Now 线上同步收看。